我回来啦。静静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。我回自己家还要提前说一声啊？你不提前说，我怎么煮你的饭？妈，你怎么在扫地啊？嫂子呢？你嫂子在干活。小姑子，你来了，快进屋坐。嫂子啊，我妈都这么大年龄了，你怎么还能让她来扫地啊？静静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没大没小，你嫂子做的事还少吗？既然你这么懂事，这个地你来扫。妈，婆婆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小姑子才回来。静静，我来帮你拿行李。不用，我自己回来。婆婆，地我来扫。不用，扫完了我们回去。晶晶，面条煮好了，快来吃。好，来啦。别瞎说命，把家里废品卖了。妈，怎么让我来卖废品？为什么不叫嫂子？你嫂子和朋友出去逛街了，活就让我干，让他去逛街。我这刚来，我还是客人嘞。你还真把自己当客人，我养了你20多年，吃完赶快去。好了，哎，这么脏的活就让我来干。哎，老板，帮我称一下这些纸皮啊。好。14斤6块钱。好，谢谢啊。婆婆，你看我帮你买了件风衣。我不是有衣服啊，怎么又买？这是新款的。嫂子啊，买这么多东西不要钱啊？小姑子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早上不是问我见面说吗？我给你买了个新的。还不是用我哥提的买。你哥的钱也是你嫂子的钱，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哎，媳妇，你进去休息，我去煮饭。好。哼。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哎，媳妇静静，吃饭呢。好，来啦。妈，做的什么菜呀、啊？这么香。西红柿炒蛋，快吃吧。好。静静，你说实话，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妈，我嫁到他们家，鞍前马后的伺候他们，他们还不讲我一句好。你的性格我知道，从小就好强。但是跟家人一起就不要那么太计较。你看你嫂子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，付出那么多，从来不计较。你要向你嫂子多学习，家和才能万事兴。好，妈，我知道了。那你今天这样对你嫂子，你觉得对不对？嫂子啊，对不起，你也知道我心直口快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没事，小姑子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不会往心里去的。快吃饭吧。好，嫂子。